来到这里的冒险家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会去寻找各自的冒险。有人会去修炼，有人会去寻找新的机遇，也有人会期望着一夜暴富。所以，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三个我都没有兴趣。我想要的，就是去寻找那些沉睡着的古代遗物。这就是我冒险的理由。只让这些遗物一直被埋葬着，也太可惜了。再说了，怎么也要尊重匠人的诚意呀、啊。哇哦，有时候也会陷入一些危险。怎么办呢？让我心脏跳动的，就只有这件事。这次又拿到了一件东西。那么，去寻找下一个遗物吧。